欢迎观赏迅联科技威力制片五教学影片。三个单元中的第一个单元，制作相片幻灯影片光碟。透过迅联科技威力制片五，您可以选择不同的影片录制格式和画面显示比例，制作出同时适合您影片内容和播放环境的 VCD、DVD、蓝光和 AVCHD 光碟。在这段教学影片中，我们将会示范如何制作一个画面显示比例为4:3的标准 DVD。在选择您的媒体的视窗中，您可以轻松地选择想要制作光碟的影片格式。在内容视窗中，开始汇入您想要在相片幻灯影片中使用的相片。在每个相片幻灯影片中，您最多可以汇入1024张相片。当相片被汇入后，程式会自动产生一个相片幻灯影片相簿。每一个您制作的相簿将会成为光碟中的影片标题或场景。在您的相片幻灯影片相簿中，您可以轻松地调整相片的顺序，直到您满意为止。若要选择某张相片作为幻灯影片的缩图，只需要点选设为影片段的缩图按钮即可。您也可以为您的相簿命名，名称将会显示在选单中。在您的相片幻灯影片加入背景音乐，您可以加入多个音轨，若有需要，您可以轻松地修剪音讯。您可以透过指定每张幻灯片的时间长度、整个相簿的时间长度，或依据背景音乐的时间长度来设定相片幻灯影片的长度。幻灯片特效包含每张幻灯片中间的转场特效和可以直接套用在相片上的特效，例如摆动。你可以从众多特效中挑选您所喜爱的。若您的相片需要稍加修饰，点选进阶编辑来启用 Photo Now。迅联科技威力制片，让您在一个光碟中可以新增多达99个相片幻灯影片，因此您可以任意新增喜爱的相片到您的相片幻灯影片光碟中。每一个新增的相片幻灯影片都会成为光碟中的相簿或是场景。若想在已完成的相片幻灯影片中加入相片，您可以在编辑功能中完成。请确认您选择了正确的相片幻灯影片相簿，再将您想加入的相片汇入。当您完成了相片幻灯影片的编辑，记得储存您的专案，
并点选继续来烧录光碟。在下一个单元中，我们将会示范如何使用讯联科技微粒制片来汇录和编辑影片。